操作他都打不过，你知道吧？你还敢摸我？你真的胆子是有多大哦？你胆子是有多大哦？我靠！你这个开玩笑啊？你不能摸的，你不能处在一个550的范围。一波到后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说你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你开玩笑吗？你还想换我？不可能的。想好了啊，这是妖姬，注意先开大，注意我的细节了。十，哎，一套把你像这种英雄啊，好，不对了，这对了，哎呀，你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，出挑战了啊，这个你也问题很大啊，急了，得了急，大招一开。吓得把你吓死，我都不需要打你的，啊！吓得把你吓死，十，平 A 没 A 到，咬住，翻滚走位，来上勾影子，哈萨克来了，好，成功了，吸波血勾引成功，看上去我很血量很低，但是呢我的边缘 OB 来皮科德反手缓速怎么说海底捞，哎，我又来了，让你感受一下我隐身地皮，哎，我已经把他杀了。这个时候，掏皮，哎，怎么说就还是怎么说啊？呵，零度，我来扣一个维嘉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维嘉1300滴血。那我只需要一个平 A 就把它带走了，没错，一个平 A 就把它带走，一发平 A， 而且还溢出了很多。等一下，等我啊！红皮螳螂还没到，注意，等一下，红皮螳螂绕后偷袭就是 Muse 啊，绕后，隐身，逮到辅助。隐身扣一发平 A， 扣死叮，你感觉你自己很帅，能把我拉中了，哎，怎么说，一手飞天弹来红石的，哎，喷的 Q， 他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死了，对不起，一手木刃红皮丢雷做人，我红皮螳螂又来了，你看从头到尾属于隐身状态，武术血跑得又快，哎，看到我没有了，在我有双招的情况下，我能1v5，啊，对不？有双招1v5给你看一下，如果我队友全部死完的话哈，我1v5给你看一下。基本操作不需要送礼物，不需要鼓掌，只需要点个关注啊，因为这就是 ADC。 你们应该在网上看过一个图片，就是一个人他说他敢勾引我，他敢勾引我